就是要一直要去找便所。台南沙崑新渔光岛的公厕为大家介绍。哎，现在已经又有任务了吗？那是什么？哎呀，当然有啦，可以看我以前的影片吗？哇塞，这特别的，天要暗了，无法度出海了。明仔再过看麦，阮先去食暗顿好了。台南的美食吧，保国为民四条路的美食，我已经去过国了，国华街，但是我无去过第一个保安路，今日就去保安路食暗顿。我只介食一间米糕，然后一定爱配素心汤。哇，这碗米糕的料足济！哇，拄只一来，我就闻到伊个肉燥的味足香的。伊讲有这个奇鱼松，一个人啊，一个拌一下肉燥，然后就吃它。咬到自己是不是太好吃了？几粒粒分明的米糕，这个八角足香。嗯嗯嗯，我顶个食的中华空霸饭的八角有得拼哦。嗯，很下饭，内底有一粒卤丸的，食看麦。有鱼仔的味，敢那香香的甜不辣。嗯，哦，好喝哎！哇，这四神汤。嘟嘟啊喝 ，match， 不够饱的，后边这个最有名的四目鱼羹，甲阿春牛肉汤，我拢食袂落。今仔日几个羊肉炉拢是我一个人食的，我饱到哪后食的，后盖搁食咯。今仔就食甜品好了，大龟骨丁，哦，足好啉的，配个牛奶很香诶，对。这牛奶是厉害的，960cc， 赞哦！来一碗布丁牛奶杏仁冰，麦片、芋泥、杏仁豆腐、红豆、布丁、布丁。哎呦，是厉害的布丁耶！内底有芋糖啊，杏仁豆腐啊。这碗较贵，超贵100块。本体应该是布丁，布丁有够好食，再加上这个炼乳实在是。Perfect。嗯嗯，咱到的第七天咯，去坐船，因为我要出海了，所以就坐龙海号。我爱背这个方案 A， 先往到啊才出发。啊，敢有台语听无诶？安尼大家做老师，我用台语甲问，无人举手表示大家拢听有吼。一支，这个是道蓬式的企鹅方法，伊是较矮的科架。这是七股蟹鹅的网啊疗耍，因为它连接外海，又跟内海也是相接的，所以他们会在直接岛上盖一间一间的公寮。然后在岛上休息，那把他的网具带过来。刚刚聊沙洲店，怪有足侪渔民渔工要来掠鱼仔的，伊就是要家己起厝来住，这个就是伊的公寮，造型也差不多安尼。哎呦，蛮凉的。这种就是浮棚式客架，最较深的所在就用这个。这样，好，我们把它放到海里面去哈，不要太大力哦，不然会把地球错过哦。好，看到现在还在涨潮，还不到满水位哦。对，小姐，温水温持续，来看一下哈，这个已经差不多一年半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呢，这一条浮力的它已经怎样？呀，你们可以喊送哈、哦，本来在那边想睡觉，现在一吃的话吃东西又冲第一名。现在就来烘，默默的，我给它排到满。除了自己烘，也可以买其他的东西来吃。
但叫你最近有在吃的哦，会当烘菜的，好不好？后边就是台湾上西边、上西边、西边、上西边的所在，就是七股家的国盛灯塔，啊，翕相，红砖头的弹土鱼竹龙隧道，足水的，大家看我翕的相，是不是足有意境的？这个、就是。大的抓弹涂鱼的竹笼，弹涂鱼入皮了就无法出来了。我现在就游过去。啊、哦，弹涂鱼绕跑了，拜拜。哟，现在就来接接亚卡盐田。啊，我后边讲的，我们讲中文吼，金三角瓦盘盐田。现在是有，现在是中岛。那是你夕阳的时阵来翕，哇塞，水个白顶白荡哦。但是我是一个环岛的人啦，路线无法多讲哇，我来到家就一定是夕阳的时阵。来来来，帮我翕一个相。我伫边啊买了一个梅子海盐双麒麟，嗯，很有趣。这个西子是香草的，外口就是有一点啊盐啊咧，梅子就吃不太出来。